这个灯好，太暗了，太暗了。你把灯往上压一点。我还是开个。闪下我狗眼。我还是开个大的灯吧。你看看。但我觉得，这个也看不到，也并没有人来看，正好给我。你把白灯往墙上打就有光了。往脸上那个方向照。闪下，反正好是这样。我去开大的吧。怎么这样？是，哎，你给我一个。吓人。这个，这样我成。你没有吗？没有。没有。我去开个大的。你去打农药了，好，拜拜。有人，好，等会儿啊。穿你拖鞋，穿一下，好。看，谢谢。今天晚上没有什么主题啊，今天晚上就大家闲聊。这个肚子太可爱了，我进被子吧，这样的话就好一点。昨晚是不是没睡好？睡好了，但是那个，刚看完大哥直播，啊，我大哥刚刚直播了吗？我只知道他下午直播了化妆。我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陆战队，好久没看我点冒水晶了。好久没看我直播了，不打王者荣耀了吗 ？iPad 在充电，没电了。哎呦，直播撒娇，大哥直播撒娇多可怕！我嘴唇没有血色，加点血色。怎么不打农药？因为 iPad 在充电。今天修仙，今天不修仙，现在才9:34。直播打室友可以，这可以有直播打室友。红瓶瘦了，谢谢。我的手还好吗？我的手还好啊。我的手怎么了？哎，对了，我刚把我的戒指，好像室友又给我拍天鹅照。我是一只断臂的天鹅。哦，对，我刚做那个天鹅臂，哎呦，我天哪，真是累死我了，断臂的天鹅，真给我委屈，不委屈了，这有什么好委屈的？刘健直播吗？断臂的天，还在纠结直不直播，脸都没洗，打死不亏，可以。这样嘴唇会不会红一点？刚睡醒吗？没有，断臂啊，是因为太累了，我那坐了5分钟，然后我的手臂就已经累得不行了，累得不行不行的。确认一下 T 恤的背面，是这样确认吗？来场素颜直播，告诉曾国，好喜欢我，谢谢喜欢我。同款不要确认一下背面，给你确认。蜡笔小新，你们都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就我自己嘛。刘健还在这儿呢，这个姿势非常妖娆和天鹅了。天鹅，你知道他那个怎么做？他这样做的，就这样啊。给刘健一个镜头。哦不，他没有化妆。你没穿。就是这样做的。反正你们看不清。哎，如果横过来是不是？横过来的话会不会看清？妈呀，我的衣服
把我的衣服收起来。这样这样，好乱，不乱啊，就一件衣服、睡衣，除了睡衣什么都没了，还有一些抱枕啊、玩偶啊什么的。不要扭我的脖子哈，颈椎病治好了我。啊，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侧着的时候给我戴皇冠？脖子疼，谢谢，我这样戴皇冠，谢谢。我太小了，现在床好大。哎，这样，突然调个角度，等我先去拿支口红，拿个 iPad。你就别拿 iPad 了，我想玩节奏单。我也想玩节奏单，咱俩一起啊。头发，头发。然后我买不好衣服，我想。哎，可以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推荐的？有没有推荐的？可以，特别帅的那可以上公演的那种。难过。刘健不是没有穿衣服，刘健那啥，刘健他五一特别公演，他要买衣服，但是他不知道买什么衣服。射频，等一下啊，等一下、啊，等我涂完口红啊。啊，自己的脖子也要断了。五一特别乖，来晚了，没关系，还不晚，还不算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房间的灯，我房间新买的灯，好看吧？看不到美颜，在这儿呢，美颜在这儿呢，在这儿。这个可以，和瑜伽一打架，美瑜伽一还没回来呢，不需要美瑜。说是灯，今天要打什么呢？今天要没腿，没有腿，没有腿，你的脖子断了。今天打王者荣耀，不打王者荣耀吧，瘦了，瘦了。人家他说你把灯挂在脖子上不怕烧掉，为什么是挂在脖子上？打刘金燕吧，选点有难度的游戏，有难度的游戏，继续农药。没有腿，王者荣耀他代打，他会打王者荣耀吗？那逗我吧。行吧，那就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游戏？炉石，这个可以有。三国杀我不会，三国杀。逃生二是什么东西？逃生恐怖的。贪吃蛇哦，逃生二是恐怖。贪吃蛇，你在逗我？我会打炉石，我怎么不会打炉石？哎呀，我好久没登了。啊，我穿裤子吧。看不到我的 ID， 吓死了。什么都会，哈哈，那当然了，我是什么人啊？还有安全码，真的是很久没有登录。打什么职业？什么是打什么职业？谢谢松叉听原棒。应该会打吧，虽然很久没打，但是应该会打。中心对抗赛，黎明杀机不会啊，这什么东西啊，黎明杀机啊，我的亮度太低了，怪不得我看我自己都有点，脸上好油啊，
直播开打包，这个根本还是算了。我这个人很，我真的我每次开出来都是那什么，全都是白天那什么蓝天白云9CMTRX。真过分。QCW。好了好了，登进去了。说好的不玩游戏呢？那不玩游戏干嘛嘛？皇室战争玩的，看不见我的脸。那我低一点，要不然你们看不到 iPad。这不是很尴尬吗？这个角度，血缘诅咒是什么东西？就是很可怕的东西。好，我决定了，这个9A 了，好的。啊，这个角度太可怜了，这角度太麻烦了。以后不在床上直播了，这角度真的太麻烦。甩锅队友 ，ID 你们知道了也无所谓，反正我也不会加你们好友的，是吧？有道理吧？四个信条我不会。我下边有痣，美人痣，黑魂是吗？哦，三个卡包，卡片背景图，奥数之城，今天的任务，什么三位挑战者想跟你切磋一下，风行者你就跟他切磋吧，跟风行者切磋，我也不知道这风行者是谁啊，你为我上传说。好啊 How silly Alaria 这个是你自找的一个六匪一个一匪一个三奥数镜像还有这什么大法师我剩了哪个卡牌包啊忘了好久不用了用这么大的卡pad 玩你们看得见吗卢氏是天梯游戏女主播回归奖励每当你释放镜像每当你释放一个法术便获得加一攻击力这个我出了这个东西法力伏龙玩倩女幽魂吗不会玩倩女幽魂冻结任何受到该随从伤害的角色他怎么这么多冲锋啊他好烦啊这个鱼人真的哇镜像现在就用镜像吗那我要不要用那个哦好久不玩了不用镜像吧我觉得现在不应该用镜像你的法力消耗值你的法术的法力值消耗减少一点哎这个吧抽两张牌开局打朝红打不过就退你在逗我啊真的烦摧毁对手的武器你的法力消耗值冻结任何受到该随从伤害的使一个随从变成一杠一绵羊
摧毁对手的武器。他没有武器。哎，我是出那个，你的法力法术的法力值消耗一点，消耗减少一点，还是出那个战吼啊？摧毁对手的武器，都是三杠二，你就出这个吧。把这大熊给打了。火球打脸，火球打脸现在怎么用啊？不开王者了，现在不想玩王者，太近了，刚刚。哎，他真的很烦。啊，他有个奥秘，我估计就是什么受到伤害啊之类的。上海第二虞姬，蒋瑞说我是上海的第二虞姬，我的王者没有掉级。哎，那个法，哎，我不管，先出去。啊，我懂了。果然吧，什么当啊，太过分了，他是对所有敌方造成两点伤害，我真的太气了。我刚刚才出了那个卡，早知道不出了，气死我了。算了，不说了，哇，气死我，我真的气死了。你要为我上传说谢谢。哦，我真的气死了，我气死了。炉石，好了，我觉得我这局要输了，刚刚那个卡不应该现在出的，我真的不应该现在出的，应该现在出。哎呀，真的气死了。哦，没关系，又有张，你去死吧，摧毁你的武器，冻结任何受到该随从伤害的角色。你这卡组太久了，对，我也很久没有玩炉石了。等会儿那个帮我配一副卡组好吧。咋了？我找不着，我的上。哎，我不可以打前行，对吧？法术伤害加一，对所有敌方造成四点伤害。先不出这个，出个镜像。等。看看，法术伤害加一，我不会玩，我全是任务法师，因为我很久没有玩炉石了嘛。法术伤害加一，你出这个吧。这个六费，可以啊，先出吧。备好产品即出工了。哇哦！我把它变成绵羊。火球是造成七点伤害。岩爆术造成11点伤害。奇怪的角度，哎，打脸打脸打脸！哦，哎呦，好怕怕哦！哎，真的烦！哎，他打我脸干什么？他不把我这个三杠二的给打掉？所有敌方随从造成五点伤害。3、4、4，没关系，我有7、8，还剩最后一点。哎，全给我打脸！还剩一滴血。想怎样？别闹了，嘿，哥们儿，嘿，哥们儿，你还打我脸？你不把我三杠二给打了，他打我脸，他是不是傻子啊？对面啊，你们看不到，可是我也不能让你们。
这怎么涂啊？这直接打脸啊！不，我要用这个，造成11点伤害。有尾号的，看不到的，加不到的。哎，这个真的很简单，好吗？职场，我这么瞎打吧打都打的。啊，所以一定要跟他们三个打完一局，我才可以。谢谢送一元宝，素质极差，没有啊。打个电脑对吧？卡住了。不见他们问你晚上直播吗？我不知道，我还在找衣服。回归任务，他卡住了，他卡住了，我该怎么办？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这个了。你找到了？我刚刚找到好几个都没有现货，得等。嗯，可以可以，好了好了，不卡了不卡了，打完这个就去打节奏大师。节奏大师哦，我在打旅店老板哦，怪不得原来是人机啊。这个是你自找的，你在逗我吧？三费四费四费，冻结任何变阳术。风怒过载二是什么意思啊？哎，我不懂哎，不懂吗？我玩哪些游戏？我不怎么玩游戏。冲锋，你就冲吧！狼骑兵冲锋，尝一尝我的利刃吧！啊，下回合少两个法力值哦。嗯，还有圣盾，厉害死了，厉害死了！哼哼，你以后怕你吗，圣盾 ？Who care 你啊？打你这个一杠一，垃圾一杠一！我当然够了。他怎么又是风怒啊？他这个风怒好恶心啊，好烦啊！风怒到底什么意思？法术伤害加一，战后抽一张牌。召唤两个零杠二，不呸，抽一张牌，啊！一回合打两下，开镜像，开镜像不行，哎，真的烦哦，哎，对面真的烦，怎么这么多东西啊？三费，我们是相等的。脸好大，这至少远离炉石吧，你走开吧，好吧。远离炉石，我玩炉石玩很久了，好吧。谢谢送插曲的姻缘棒，收工了。哎，莫名其妙啊，他怎么自己把自己给动了？都不知道刚发生了什么，刚发生什么了？哦，怪不得，他打了我，傻子吧？他是，你可能是个傻子。
收工了，我这个秘制角度很难截图，那就不要截图了，不要截图了。那这样，我这个好累啊。嗯。啊，法术，那就法术上来就四点。嗯，就拿这个打他吧，把他打了。对面那个人机真的好好蠢啊！果然是人机，他还剩下八，我的骗子室友去哪儿？浑然天成的美丽需要记录，谢谢。哦哟，加回十五滴血了，厉害厉害厉害死我了，真的厉害哦。是什么？哈，不能忍了。这是什么？为所有友方。七七加七，哎嘘！你是个傻子吧？那他就死了。最后，我们佩佩就算退赛，比自己上下差这么多的队友依然认真。依然认真，坐直了，坐直了，你们就截不了图了。都是这个支架的问题，太烦了。我会玩炉石啊，不用你教，好吗？对面已经死人一锅，要是这三局都能输的话，哎，我先不立种 flag， 要是这三局都能输的话，那完蛋了，我炉石就，今天录制啥？今天没有，不是节目的录制，是那个什么，最近不是要总选了吗？关于总选的录制，红找到了，他长好丑啊 ，Magni 一个，好丑。这可是你自找的。嗯，我打个电脑都能说我会玩。我从五年级的时候，呸，五年级，我初三的时候就在玩了，好吧？不是证件，这个姿势真要扰，哎，没办法嘛，要不然你们截不了图，对吧？手里看 iPad 根本。胸口什么标志？不会呀。出去逛一圈还是我最可爱，有眼光。五年级，没。哎，这么快就第二回合，打他，打你脸，打脸，啪啪啪。我买了。买。是时候流点血了。你初二就完了，我五年级了。哎，你在逗我吧，好吧？啊，这角度太可爱了，谢谢。可爱呀，我哪个角度不可爱呢？初三打电脑打到现在，我是打天梯的人。
哎，你什么玩意儿？嘲讽一杠。哎，对面那个很恶心的嘛，他是护盾哎，护甲。女王的角度，今天这么甜不适应了我。哎，对面真的很恶心，我不想打对面了。他这么多个护甲，哈喂，我真的。哦，是这么玩的。真希望能把对面那个护甲。节奏大师，等会儿节奏大师吧，等会儿啊，护甲都是纸啊，无敌的。守望 PG 不会玩守望 PG， 哦，真的很烦哦，这个护甲，这你让人怎么打？他27滴血加护甲。结束这个，不打了。能不能不打游戏啊？等这场打完就不打，好吧？哎，这不带这么玩的，好吧？666666，看我不打死你！太棒了，我简直是天才！受攻了，不要来，冲我来，稳住场面。你们刚发什么弹幕啊？有没有什么弹幕啊？我没有看到的东西。还唱歌好玩，等会儿，你在逗我吧？不动你，切！我不稀罕跟你玩儿。你的法术的法力消耗值减一，这个，他刚刚这什么？嘲讽是吧？我等会儿把你变羊啊！哎，真的烦了，他那个对面那些东西，把你变羊。随便还是打印呢？变 gay 喷雾，滋滋。哎，对面真的不是一点的烦，居然是白色的。我的然后二费五费加三费，不行，二费，然后的话还剩下七费，
七费，然后五费再加二倍，可以吗？正好。总有一天，我也会像你这么强。哎，我刚刚不是要出大法师的吗？我忘了，我是傻子吧？我刚刚出大法师的，我给忘了。哇塞，他这个很厉害，不行。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这局肯定要输了，还望大家见谅。把这个，这个打他。等一下哦，只会放失你，我只想想。哇，哥尬死你啊！八杠四哎，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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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嘲讽、激怒加三攻击力，我真的是我忍不了了。主要他有个一杠七的嘲讽，他还有个一杠七的那个什么玩意儿在那儿，他有个一杠七的嘲讽在那儿，我真的是忍不了了。每当一个随从受到，他现在九杠四好了，我现在我不想说，九杠四，我不想说他什么了，看不到变出，谢谢送礼物好了，我不说话了，我不说话了，九杠四啊，十一杠四，你见过这么变态的吗？十三杠四了。哇，他十四啊！哇塞，这么抽两张牌，我让你抽两张牌有什么用啊？我问你，我让你抽两张牌有什么用？这个打他，这个打他。这个打他，这个打他，这个打他。哎，不对。二十杠四，哇，这个牌真的很恶心。这是谁呀？哦，我知道了。Thank you.
气死我了，真的气死我了啊！嘲讽，怎么又是嘲讽？他这个嘲讽真的超恶心。唱我的日造成八点伤害，造成九点伤害，不打死你啊！我刚刚不应该打那个随从，应该直接打他了，然后就行了。乱解了没有？你是傻子吧？我不是不玩炉石了吗？大家想让我玩，我就玩了。胜利。好了好了，我把卡牌包开出来，开完之后我就那什么，把卡牌包开一开，开完我就下炉石。翻盘了，哇！他刚刚那个14点伤害真的很可怕，好吗？嗯？哦，最近炉石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全新玩法标准，在标准模式中只能使用最新的卡牌。我没有最新的卡牌，我几百年不玩炉石了。标准模式，狂野模式。那我现在肯定是狂野模式了，休闲模式。可以使用所有卡牌，只能使用基本经典以及近两年内发布的卡牌。标准模式。现以下卡牌系列现已归入狂野模式：探险者协会。部分经典卡牌现已转入狂野模式，无法在标准模式中使用了。这些卡牌已被移至狂野模式。无所谓，好像我也没有。不玩，我不想玩。特殊任务，在对战模式中打出30张牌。如果你想试试手，我这里有一副套牌，你可以拿去用。只因恨铁不成钢。在标准模式下，玩家只能使用最新的卡牌。罗斯女王可惜了，狂野被吊打。完成，确定。可是我不想，我现在不想打标准模式。你在逗我吧？我只想开卡牌包，我只想开卡牌包而已。来，开好了，开好了。三国杀你看不懂，三国杀我不会玩嘛。开好了，开好了。标准简单，我没玩过。再见吧，四白一蓝哦，真再见吧，再见了，好吧。蓝天白云，哦，有张紫的，我跟你讲，有张紫的已经很了不起了，很了不起了，很了不起了。蓝天白云走好，再见。你们怎么知道我会抽到蓝天白云？史诗，我要你史诗有什么用啊？万年抽不到成牌，啊！哎，可是这个成的也没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打猎人的了，我又不用猎人。那个冲锋，暴王龙克鲁什，野兽冲锋。哎，传说没有用啊，我又不用，主要我不用暴王龙是吧？但是我不用猎人，没有办法。
来，我们来玩节奏大师，对吧？不用暴龙了，用猎人。现在猎人上分快，我不会，我不会猎人，不会猎人，只会法师。是法师吗？就只会那个。闯关模式，杨贵妃，歌曲完成时血量为满血 ，OK。专职游戏主播，大家好，我是 SH48 红配云游戏主播红配云，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0:18，欢迎大家来到红配云的直播间。现在呢，我要玩的游戏是节奏大师。这么久终于有 BGM 了，不好意思，刚刚没放 BGM。这么嗨，啊！我记得这首歌坑了我三次，对啊，我打的不行，就让刘健来打。蛮好听的，真的吗？我觉得这首歌好难听。我觉得我这关又要过不去了。难写，我不是才来挺低的吗？我每次在最后一个那个没有连上。啊！你看吧，看吧，我来，你来，让刘俊来。只管我是万年过不去，过了死了三次。刘俊，给我拿个双 S 好吗？哇，做梦！双 S， 刘俊可以的。看看刘俊手速，不看他的脸，看他手速。刚说完是对的，哎，刘健打得很好，真的，我不骗你们，刘健打得真的很好。对，刘健打完很好。哇，送了个表情，谢谢，那又如何？好悲惨的感觉啊。杨贵妃嘛。有陷阱这首歌啊，真的，这首歌到最后，尤其最后，哎呦，吓死我了。
我就知道。哇、哦，是啊。哇、哦，刘子燕 all combo， 仰望高端玩家。谢色的表情，红佩佩好安静。666。哇 ，S 了，好厉害！可以，耶耶，就知道有陷阱，专业代打，刘健是我的专业代打，对，是我节奏大师的专业代打，卖火柴小女孩，噔，我记得他们叫你开直播，我开直播干嘛？开直播我啥都没有，我没化妆。完美不少于70%。买火柴小女孩、没听过。我也是。火柴，火柴。这么快，我不知道什么歌啊，我感觉喵喵喵 SSS， 这歌也太简单了吧，卖火柴小女孩，卖女孩小火柴，卖火柴小女孩吧，死神滚动的心，节奏大师的歌单真的啊，谢谢送的青色香蕉，真的我也觉得这个歌单真的该换一换，他怎么而且很非主流，点击不低于50%。哦 ，Rolling Star。どうかしてなんだよ、どいたいよ恋をなくちゃ。破片に自由の広がって、落ち込んだ世界だにバイバイバイ君の。Fighting walk 見せなきゃ胸にまた似たようなスケール直接掉掉この現実は羽田いびかつつきたまま無心地で Lonely days Oh yeah そうすぐにたてに我打这个困难模式
哦，给刘子健，给刘子健。哦，我累死了。哦，刘子健打这个很厉害的，打这个很厉害。谢谢送的元宝。哇，对，这歌我。这首歌要求至少是会三线操作的。不给他这样脸，他这样手指。好好学，仰望高端文件。我这歌我也不行。啊 ，miss 了。哦，怎么 miss 了？因为在抖。嗯，其实这关已经过不了了，那我们免费跳关好吧。我们免费跳关吧。你要相信自己，你把体力用完再跳。马上就用完，还有一个体力不行。全是 great， 没关系，连在一起就行。随便高高高，刘俊也是全力以赴的。哇，眼镜打，都累死了，48%。好，我现在是第一名。我穿裤子没？我穿上裤子好，我做怪的。挑战失败，我穿着裤子。你要不戴口罩好了？不用，还专带打。给刘俊。可以看你吗？想看曾姑？看吧，反正我又不露脸。看看手。我的袜子。你什么都看不到。这个要是打不过我就去化妆开直播。不行，你一定要打过。打过你就开化妆开直播好吧。啊，那我不打过
哦，太厉害了！哦，我都震惊。居然是 B， 那是 B， 可以了，可以了，我已经是第一名了。一会儿再开灯，直播。酒精要开直播了，晚上再看，等我再玩一会儿。子健他说他直观过了，他就要素颜开直播，哇，我震惊！致爱丽丝啊，我也不少意思。啊，我体力耗尽了，买200，2万普通玩家，金币都要送的，我怎么这角度也好看？子健要打不过就叫你啊，嗯，代打。子健专业代打，节奏大师专业。我现在还没有买好，我还差了一个，我真是醉了。你刚不是买了吗？没货，气死了！怎么版本那么脏？摇滚版的。人家并不摇滚。嗯。哎，这也太早了吧！这音乐怎么这么骚？这是我挚爱爱丽丝吗？啊，谢谢送的表情，谢谢送的表情。你要增光呀呀！等着刘健开直播吧啊！等吧，等着，等着，等着，可能半夜。好的情人，贝多芬听了爬出来了一个，可以可以可以，六六六。年纪不低于30%，这首歌很难吗？那么文青。严爵的歌我记得很小时候听过，哇塞，是我不行，没有转音可以了，其他不要这么多转音好吧。你居然听过啊？听过啊，虽然我还是打不过这关，我觉得好了，我估计又过不了。是的。哎，重来吧，居然过了，重来吧。再来，直接半途放弃。再来。好的情人。哎，这首歌真的很耳熟，重新开始。好，这是严爵是谁？严爵，我知道他。我听他歌的时候还只有几岁啊？B
666，能不能有点出息？怎么办？我就没有出息。有刘子眼的话需要什么出息？你们是不是也这样？有刘子眼还需要什么出息？小学生。完了，我趴着的。没关系，你可以的。刘健可以给我打 S 的。别的 flag， 一会儿来个 C 给你看。啊！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已经直播了一个小时，等会儿拿出去吧。你过关了。好的情人，困了，吓得看脸电亮。哇塞，他给我讲大道理嘛，你们别遇到什么难关都直接放弃，有点什么拼劲。好，谢谢，我记住了，我会的。但是遇到难关可以从头再来呀。谢谢，我会的。哇、哦，刘健好厉害！遇到难关找老刘啊，对啊。我就说刘健可以把我当 S， 我拿充电，我拿个充电宝。刘健，你有充电宝？借我一个。有，没充电。游戏代打刘健。好，我要开个淘宝店，节奏大师代打，包过关。试问现在除了我，还有谁会打节奏大师？我。可以。哇，我刚上学那会儿最喜欢玩这个大哥。我也是。你宿舍有些过不去的，我两个人一起打。充电宝找老刘，遇到难关找老刘。我买这个很燥的东西。为啥我老喜欢往外卷？因为往里卷的话没有特点，没有特色，大家都往里卷，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思呢？那不是往外卷好看吗？我就喜欢往外卷，老刘是万能的。刚上学那会儿，切啥子嘛？有个性啊？为啥不往上卷？往上卷怎么卷？这样吗？刘万能？什么鬼？上海之恋，橘子香水。哦，我知道那个。啊，橘子香水，是不是娜娜？那个娜娜。漏机不超过0-5，可以。咋个兰陵王的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难？兰陵王哦。
我爱你，侧颜无敌。什么带什么节奏？咋了 ？What happened？ 那你韩语歌是的，韩语歌。我爱你，哇！我现在是第一名哎。Sky，Sky， 就夸我好看啊！谢谢。哇，我妹妹，你说我们什么好熟啊？全黑的还是黑红相间的？全黑的，外面有个黑色外套，黑红的，这个吗？啊，加个腰封。王者荣耀玩了吗？王者荣耀没玩，那个在黄花兽，花黄兽，好耳熟啊。是吧？王者荣耀没玩，今天还没玩，我等会儿找木叶，木叶开黑去。哇，木叶超厉害的，木叶昨天带我躺赢，然后他还在那边说菜，说马可波罗你在干嘛？你在干什么，马可波罗？哦，怪不得听过。我之前是不是打过这个？这是不是难度升了？感觉还好。这个好吓，我这套衣服好吓人啊！不知不觉就变成这个风格。那你就买套不那么。为什么？这个真的好催眠啊！我已经困了。啊，他是 A， 贵太多了。啊，太困了。真的困了。睡吧。不是那首歌，把刘建枕头抱过来，垫上面。好乐 day， 王蓉。我是不是感觉有点非主流的那感觉？五 K 算五 K 的歌了。
好了，对。完蛋，好了，这局过不了了。他全部连击，真的。没事，再让我来一局。刚刚那个他不是说什么遇到难关不能放弃，要有冲劲，对吧？对，要拼劲是吧？来，再打一局。要是再打两个，再打一局，那什么，再打一局，然后再输的话就找刘子健，对吧？那我的拼劲已经拼完了，那我就找刘子健，对吧？对，我们俩拼完了就跳过关。对，就免费跳关。噔噔噔噔噔，这个歌真的 real 非主流。只剩10%的电了，打个充电宝。我居然没听懂他唱的是哪个国家语言。好了好了，又不行了，这是个哪充电宝？他充电宝充电没充电宝，就那个充电电线。哦，哎呦呦呦，我的天！电宝没什么没电，不是没什么，是没电。没有充电宝了，就在十大难听、那个、难听的歌曲之一。灯的那个，我把那个灯的充电宝取下来。行。哎，我之前买了两个插线板呢，一个那儿，还有一个呢。厕所的那个吗？好。3%够用了。够用，可以可以。拿条线，这边拿线。这个能充你那个吗？可以可以。这首歌听脑子疼，我也觉得听脑子疼，确实难听，着实难听，着实难听，着实难听。什么？每天都是好了的。想的挺美呀、啊，老子明天不上班，上班。上班，老子明天要上班，要上班。明天要上班。明天要上班，明天要上班。我今天才走了471步，干了。哇哦！我今天明明还上了课。就不信了，这关我一定要过去。不就是好乐队吗？谁怕你啊？好乐队，好乐队，好乐队，是吧？是这么唱的，应该是吧？随便瞎唱吧。补几点啊？要断网了怎么办？断网了，断了就回家。辣耳朵。
the day. Hello, hello, K.直播离不开，是什么歌？是什么歌？那个好乐 day， 好乐 day， 这什么歌？五百年沧海桑田，一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好歌。结算时，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结算时血量不低于50%，可以。我估计这首歌到最后会有陷阱。哇，好美，并不好打。我已经被死透了。有点像《西游记》的主题曲，啊，那首那个什么《女儿情》。好了，我已经没有那个药水了。吓死我了，女儿情，因为又很像那个什么什么女儿敢不敢，女儿敢不敢，水浊仙庭版有我吗？我没有拍水浊，没有拍水浊，有仙庭版吗？算了吗？不知道 ，Jump Over 什么东西，太大招了，我没有拍水浊，各位朋友们，这么燃，哇，好燥。
我的电视挺够。手不累吗？累啊，当然累。哎，西游记序曲。哎，所以这个斗战神游戏，这个斗战神这个游戏真的是讲西游的吗？累死我了，我的手已经麻了。啊，是西游。哇塞，这个太恶心了。不是吧，这么恶心的。哇塞，哇，三手的呀，厉害厉害厉害。连击不低于500，怎么可能。我两只手都已经不行了，还三手，再逗我吧。我以后再也不看西游记了，以后再也不看西游记了。还直播呢，我还直播呢，直播呢。啊，累死我了，以后再也不看西游记了，真的不看西游记了。试一下。三手。粉转黑，这首歌挺简单的。等会儿打王者荣耀吧，等会儿打王者荣耀吧。已经对节奏大师放弃了，失去信心。也就得花了，是吧？咱只要过关，好吧。想坐起来的，马上了，马上就过关了，马上就过关了，刘坚，撑住，撑住，刘坚，撑住，撑住，压力大，啊，过关了，过关，过关，啊，笑死了，我撑住，撑住，啊，差一点儿，过关了，过关了 ，It's okay， 保留稳，特别怕这边突然出现个什么东西，就刚刚的经验教训。对，
这首歌也没怎么好听，怎么这么难？哦，可以，刘健可以可以。三首歌。你在看三区的纪录片，有你的那个啊，有我的那个哈、啊，那个不好看，那个时候还很丑。C 可以可以，反正过关就行，只要过关就 OK。老刘稳。这是什么？哒哒哒！不，我要打王者荣耀去。哒哒。我打王者荣耀去了。哦。啊，好累啊，心累。黑历史纪录片，是。那是黑历史纪录片，曾国职业王者荣耀职业的打，什么玩意儿？这个电怎么没充进去啊？充进去了，没充进去，刚刚现在只有5%的电、啊，算了，打不了了，聊会儿天。今天玩什么英雄？今天玩貂蝉，打把人机玩貂蝉。来早点休息吧，大家也早点休息。明天是星期四对吧？还要上学上课。啊，明天。明天不上课，明天上课啊！明天啊的一天啊不，明天我有工作，所以明天请了假，没有工作。哎，我得买衣服了，再不买。我不适合貂蝉、哦，来不及了。毕竟我是一个有貂蝉皮肤的女人，所以女人。毕竟我是一个有貂蝉皮肤的人，所以我要去练一下貂蝉，要不然。上次面试顺利吗？其实那好像已经不算是面试了，就是一个开会吧啊，之后大家也会知道什么东西的。虽然他逃得快，虽然他哪儿逃得快，他哼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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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那儿，他扛个哼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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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我换虞姬皮肤吧！你知道那是限定的皮肤，人家想要都没有的，想要都没有的，买不到的。去年11的时候限定皮肤。还扛个那个大炮孙尚香大小姐，很气很气，我走的巨累，我真的是我看孙尚香我简直了，我买的第一个英雄就是孙尚香，我一袭几的，因为当时我同学说你想用射手啊，孙尚香呗，然后我买了孙尚香，我才逗我吧，大家有面试的也好好面试啊，你喜欢加勒比小姐，我不喜欢加勒比小姐，我就喜欢。虽然我买了加勒比小姐，我大号虞姬是全皮肤，虽然一个虞姬就4个皮肤，然后我是全皮肤，但是呢，我不喜欢加勒比小姐，我就喜欢那个玩游戏氪金，我就喜欢玩游戏氪金。虽然很厉害啊，我前两天看某个游戏主播，然后打孙尚香，反正他就说孙尚香是这个。是这赛季最怎么怎么，反正就是如果大家本命英雄是孙尚香，建议大家换一个。如果本命英雄是孙尚香的话，建议你换一个或者卸载王者荣耀一个月。孙尚香充钱也没见我变强，孙尚香还行啊，换武器的时候可以摸两张牌呢。厉害厉害厉害六六六，并没有啊，这个版本最强射手鲁班啊。鲁班真的算了吧，他那个我不是看 KPL 的比赛吗，鲁班真的我想把鲁班掐死。王者荣耀也不是充钱就能变强，他讲的是技术，像我们这种有技术的人，智障250。好，不聊游戏了，聊游戏我又不是游戏主播。虽然自称游戏主播，但是呢我又不是游戏主播，我又不是游戏主播，我又不是，我用李白吗？不用李白，虽然我有千年之狐，还有那个还有风球黄，但是呢我真的不会用，我只是觉得李白很帅，我觉得最帅的英雄就是李白的千年之狐啊，唱歌嘛，那就唱歌吧。我觉得最帅的英雄就是哇，所有英雄里面男英雄最帅的就是玩猴子，不会玩。虽然买了那个至尊宝，我不会玩。想要凤求凰，买呀，买买买！唱歌，哎，是一道光，如此美妙。喵，好凶，好凶！唱歌，限定的买不了哦，限定啊！
玩过王者。对，我今天还在那儿，我今天我就是坐地铁回中心的时候，我还在去一路上看了一路的那个，看了一路的关于游戏本的那个，你们发给我的嘛，艾特我，然后关于游戏本的那些东西，我真的我看不懂啊，我只知道它的贵，长得好看，贵还是便宜，长得好看还是难看，然后好不好打游戏，就这样，我看不懂啊那么多，打算下个月买个电脑，下个月买个电脑打游戏，显卡好就行了。但是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显卡好，什么脑子不好。哎，你看得懂吗？一串数字在那儿告诉你，哎，这个和这个有什么区别？那就买外星人好了呀。我不一致。他跟我说，你买外星人好了呀。老刘，我建议你去买吧，你去买。你买个一体机嘛。我搜了，我觉得那好丑啊。一体机当然丑了呀，但是你总比买台式电脑方便嘛。我想要个长得好看的笔记本，能打撸啊撸就行了。联想6000多还可以接受。6000多，我觉得6000已经算便宜一点了。是吗？那就买个外星人吧。你想，你再多，你再就是是吧？你买两个电脑，相当于买个外星人。嗯，我为什么买两个电脑呢？我是智障吗？那要求很低了。王叔他用的是台式的。他房间反正也大，他那种台式的，我不行啊。我房间又，哎，我们房间这儿，主机都不知道该放哪儿。你就买个一体机好了，放桌上就行了。你看我的桌上，你再买个桌子，再买个桌子。我买个那个，你那个桌子不是，我不是6000，我觉得6000已经算6000，就是算不贵的了，就不是算特别便宜，但是已经算便宜的了。我觉得6000就行，我可以接受6000的。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买电脑，买了个。1200块钱的东芝电脑，那个年代，那是哪个年代？那个年代7-8年前。6000的笔记本中高档了，我要那个，我要打撸啊撸的电脑需求不高，我要不只能打撸啊撸，我还要打 DOTA。不行，太贵了，不是太贵了，呸，太难了。别买外星人，我不想买外星人，我没有钱啊，我要是有钱我就买了，我没有钱啊。戴尔油炸，守望屁股 ，DOTA 很难的吧？有很有钱的样子，有钱多打扮自己。说到点子上了，嘿，我不好看吗？啊？他们说 DOTA 不是很难吗？是很难。哎，你们就是能不能那种就？帮我选出一个，就一个，我不想自己选，你就帮我选出一个，就是那种，就是最符合我，不是最符合我，就最适合我的那种，就一个，就一个，然后发微博艾特我一下好吗？1000块钱，就只要一个，给预算，组装机，一万以下，然后1万以下就可以了，1万以下无所谓。1万以下，七八千，你给我8000块钱，5-6-7-8千，不是说电脑要买好一点吗？你给我8000块钱，我帮你组装一个配置特别高的，剩下的钱请我吃饭。不是土豪，是那个，因为不是说电脑的话，而且就是这种东西要买的，就是不能买太便宜的，我游戏打不了，我要干嘛？9999不行，5-6-7-8千的样，5000到8000可以吧？5000到8000，4公斤的电脑我接受不了，好吧？我想买笔记本，那就买外星人好了啦。小金，你知道我现在特别想干什么？我要打死你！我要打死你！连连，这个价格区间略大，那就6000到8000。5-6-7-8千，5-6-7-9千。哎，就是我不会自己配啊，我自己配我看不懂啊。就是你们发个微博艾特我一下，就大家投票选出一个，还有投票的最适合我的，然后我承受得起的。6-7千吧 ，OK， 6-7千。你放心啊，外星人你都承受得起的。我承受得起外星人，我自己去当过外星人，好吧？我去当过外星人，好吧？我承受得起外星人。投票
投票结束一个，谁理我，不管，投票选出一个，然后呢发微博艾特我一下，然后我就买那个，好吧，谁理我哈，那你们就出去吧，就全套，因为组装机我不会买啊，就是你们就买个最方便的，然后反正就不要太贵，发个微博艾特我一下，然后就是这样吧，六千左右，好吧，然后投个票艾特我呀，只要一台，你要是多一点的话，败家国度的笔记本都超一算，那什么东西，对，哎，不行，不能看哪个顺序就买哪个，一定要那种就对比下来，虽然我看不懂一些对比，所以你们帮我对比一下，然后投票要方便携带嘛，就最好不要太重啊，你说一个女孩子用个4公斤的电脑，这像话吗？像话，哎呦，7000-8000才是游戏本，那就7000-8000好吧。反正我也不知道游戏本应该是多少钱，瑜伽一定买了多少钱，6000-7000吧，7000多。刘佳怡那个忘了，但瑜伽一那个就长得不算丑，还可以。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防身，游戏本都重，那就重吧，屏幕尺寸，至少能打游戏吧，屏幕尺寸你要很小的话，我打什么游戏啊？做你粉丝好难啊。就伴随偶像就要高质量的偶像，就需要高质量的粉丝。那你去买个一体机好了呀。不行，要笔记本。你要笔记本干啥？我喜欢笔记本。你要带着吗？你要随身带着打吗？不是随身带着，你就放在家里，你就带个，你就买个一体机好了呀，肯定比笔记本好。不是那个，我屏幕必须大，那就是一体机喽。不行，一体机我放不下，而且我就是要那种可以放，就是可以拿来去的。一体机也可以拿来去，只要你愿意。我想带，不，刘子健，你狠下心让我买一体机了，但是我不想买一体机。哎，外星人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外星人？有啊，二手的。有没有便宜一点？哎，便宜不行，我之前的 MacBook 就是装双系统的，但是我不会用那个，我不会用苹果的那个系统，知道吧？所以我就是用双系统的，然后我就是用 Windows 系统的，所以我买了 MacBook 没有任何用，而且我想打游戏啊，我用 MacBook 干嘛？我又不是工作的。不行，我们不能坑汪叔，我要自己买，我那个别买外星人好吧，别买外星人，真的，我作为一个高中生，我怎么能承受得起这样的重担呢？啊，这么，我宁愿自己去当外星人，我也不要买外星人。这样就是，我是说真的，就是大家，我放手。你想，你那个电脑加上你那个 T8 的价格，你就可以买外星人了，是吧？我买了个。我不跟他们说啊，我不，但你想，如果我是买台6000多的电脑，然后我买了美图 T8， 你看你的电脑还没你手机贵。美图 T8 只要3999，为什么？那为什么 T8 只要3999啊？是吗？哦，刘健说我买一台电脑，你看，哎呀，别那个什么了，别艾特我网站了，我看不懂。别艾特我网站了，我看不懂，我脑子不好使，我看不懂。上中观测自己找找。我就是希望你们能投票艾特我，然后发个微博，然后艾特我，就哎对，就直接给我一台，然后我就去买那台。发我私信，我看一眼啊。就因为我还有选择恐惧症，我脑子不好使。这个倒是真的。我前两天在看《变形记》。丽姐她说不好吃、啊，我超好笑，那个丽姐不好吃、啊，她那个就那个变形的那个城市主人公给她煮面吃，她说不好吃、啊，我不要吃、啊，这不好吃。哎，不是戴尔是吧？大家是不是都推荐戴尔啊？你们说戴尔怎么样？我就问你们戴尔怎么样？中关村什么东西、啊、一个网站数码产品。嗯，别吃了。哎，不是，你们发太多我真的看不懂，好吧，
这样，你们说戴尔，别戴尔不好，戴尔坑坑，今天有两个人买电脑，别纠结了，明天告诉你。那明天告诉我吧，好吧。好，我要买那个了，我买演出服。联想，哎，联想可以吧？联想 ，Lenovo， 联想可以吗？暗夜精灵，我今天好像看过暗夜精灵。明天告诉我，不行，联想不行。哎，为什么有人说联想不行？有人说联想不行啊？看看那型号吧，估计。啊，完了，超预算了，我得删减点东西。超预算，难过。外星人就是戴尔的，别买戴尔，那就不买戴尔。好多人告诉有为什么有人说戴尔不行，有些人说戴尔行。买东芝。微星可以吗？微星游戏本。你们这私信也发的太快了吧？超预算了。我可爱的粉丝们，你们发，哇塞，他发这么多。算了，不要这个。哎，红梅玉，你说。就是如果让你剪一个东西，你是剪掉面具还是剪掉戒指还是剪掉项链？ Of course 戒指。 OK， 但是它这个是那个是就是那就面具，你戴着面具只要看你啊，不戴面具是，但是就是很标志性的东西。我们有面具啊， N 队的那个不就是面具，不是，是兰陵王那个面具。那就面具，剪面，可是面具才12块钱哎。就那就面具要把戒指剪了，或者把戒指才15哎，项链50，项链啊，华硕什么那刚那什么东西啊，太多了，你们发太多了，我已经是要咸鱼了。 FX50 什么东西啊，买这样吧， ThinkPad 什么，哦，我知道 ThinkPad。我以前那 ThinkPad 你就坏掉了啊！你自己是 ThinkPad 吗？嗯，联想可以的。快要疯了！我听不懂啊！我就想要一台女生能用的游戏本，好吗？我前面说过的价位了，游戏本不分男女。就是适合女生用的游戏本，好吗？我前面说过价位了，6000-7000的样子吧，6000-7000，好吧。汉子同学，他们，我不确定他们到底会不，他们都是打王者荣耀的，就算打游戏的话，我没问过，不知道。上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疯了，上传，你们别坑我啊！我跟你们讲。要是我买回来不好用的话，我就把你们这些说这个好用的我全拉黑，我跟你们说。虽然我跟你根本就不知道会不会好用。神州船。我记得你们的，你们肯定要那个，你们，我记得你们的，你要是买回来不好用的话，我就把你们全拉黑了。OK。小米还出笔记本呢。这么厉害的，神舟船，没人说话了。神舟店员，什么神舟店员劝了他半个小时别买神舟，到底什么？跟外星人了，不要纠结了。哎，我的预算6000-7000，外星人，我把你打成外星人。哎，打成外星人，再外星人再问自杀啊！外星人再问自杀，外星人再说自杀，再说供养。1万以下，哪有10000啊？10000以下肯定不能到10000啊！哪那么多有钱？我困吗？我还好。我真的不会装系统，我怎么可能会装系统呢？
我没有钱，我哪有钱了？哎，买个六七千的游戏本，我算有钱吗？我不算有钱的吧？算有钱的。嗯。那就五千，五千。那我的预算就是五千。我真的，我就是想买台笔记本电脑而已。我就是想买台笔记本电脑而已。OK， 算有钱，那五千，好吧。我真的很醉。发微博，就选出一个或者选出九个，然后我就是九个都好用的那种，九个都差不多那种，然后我看外形买，好吧。发微博艾特我，最多九个啊，不准多。发微博艾特我，五千只能上传了。选出来就见鬼了，不行。五千，他说我五千块买块砖吧，我六七千又说我那个，又说我土豪，我五千又说我买砖，你们真的 ？What？ 五千万要买电脑怎么样？怎么样？天草的话，我估计他是用的台式的吧。好了，发微博艾特我，好吧。好了，今天的差不多直播我就关了，就是今天最后一个讨论话题，买电脑。那我不是说六七千吗？然后六七千又说我有钱，然后呢，我说五千又说我买砖。哇，你们这些人真的怎么比女人心还难懂啊？女人心深似海啊！谢谢，夸我好看。哎呦，这种关键时刻还夸我好看，小孩子家好好学习。难得想开个电脑打打游戏，刘健那个电脑我跟你讲，看视频都看得卡，那是网速的问题。旁边是刘子燕，打游戏笔记本永远没有台式的好用。那可是一体机，真的，我觉得，而且我们房间放不下，太大了，而且太不方便了，一体机。方便。哎，那个如果买笔记本的话，可以再自己装键盘吗？可以啊，就买笔记本还可以自己装键盘是吧？你自己在那个再连个机械键盘什么的。哦，那还可以，然后还可以那什么，还可以自己装什么什么啊，鼠标还有键盘都可以自己再重新装是吧？可以啊。那不就好了吗？那就直接给我推荐个笔记本，然后我键盘鼠标自己买不就行了？对吧？那你干嘛就不直接买个台式机算了？不行啊，台式机太麻烦了啊！再问自杀就这样。我跟你说，你把台式那个主机就放你那下边，然后这方连一个那个大电脑，就是大电脑不是大电脑，大显示屏，然后你那个键盘和鼠标就连个长一点那个 USB 线，然后就在你床上打，多方便是吧？太大了，不行，太大了，台式机太大了，我疯掉了，已经疯掉了。买一体机好了呀。你看看我那桌上怎么放一体机？那就外星人好了呀。好好的姑娘疯了。再问自杀外星人，刘健，你再说外星人，我就把你打成外星人。可怕。说了，就是笔记本，然后键盘、鼠标我自己买 ，OK。笔记本，推荐一个笔记本 ，OK。六千的台是不是比一万的笔记本差？真的是，主要是没地方放。我不是，你要说我有个很大很大的桌子，我桌上就是空空荡荡，一体机不那么大，你个桌子完全够放，你半途收一下就行了。我已经收了，就是那个化妆包还没看出来，你已经收了呀，红佩。你看我的桌子多干净，好吧？真的感觉你把那化妆包一拿，我桌上就是很整齐了，因为我没有像你买那么多收纳盒，老子就是。你那个嘛，你就空气突然安静，你就加个桌子在那儿嘛，到时候加个那种长尾桌子这儿。那我这个桌子不就能用了？那桌子就不要了呗。没有，老子只是一个自称。自称啊！我以为我已经疯了，我要疯了。人变好疯了，但也疯了。人变好了，但也疯了。你们这个节目不是变形记，叫折磨记。折磨我就是怎么？他们说千万别买一体机，小毛病太多了。哪有？我家一体机用了两年都还好好的。那这样，你买个一体机，我买个笔记本，我们俩赌啊！我买个一体机。
姐姐也要买那个了。我买个屁。哦，我真的不行，太了，就发微博艾特我吧，好吧好吧，我们唱首歌然后就下直播了，下播发微博艾特我，请大家发微博艾特我，好吧。今天唱什么歌呢？大家随便点首歌吧，呼声最高我就唱这首歌，歌剧二。哎呦，姐姐你真的想死了哈。看私信我等会儿再看好吧，我现在看的话就我都在仔仔细细看。求福。还有求福一个。求活。求活。结婚啊结婚，结婚的事啊。哎，求福真是，我真不懂了，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求福？嗯，为什么这么喜欢求福？同时期明明有一首歌也不错，叫《狼爱上羊》。狼爱上羊，我还听哭了当时。真的假的？他多可怜啊！什么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这首歌不是求佛吗？真的，这首歌不是叫求佛吗？不是，怎么那么……那《狼爱上羊》是怎么唱？狼爱上羊。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哦，我听过，听过，听过。谁叫他们真爱了一场，狼爱上羊啊并不荒唐。哎，求佛是谁的誓言？我是醉了，我去上厕所。你不要上厕所，你给我回来。不准、饶了我吧，不准。发卡了，发卡。我找找 QQ 音乐有没有发卡的版本啊。放我走。我是离扬声器最近的女人。来来来来，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好像我就快变了模样。有一种我真的不唱这首歌。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闭上眼看见天堂。他不会唱，我真的不会唱。那这样我搜一下发卡的求佛。赶走坟墓爬出的忧伤，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为了你换了心肠。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用心事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哇，好惨哦。好的，对吧？老刘，可以，卡宝是你吗？我很悲啊，这首歌，那种哀然的感觉，是吧？我呸！你不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好不好？要点脸吧。好了好了，我们来那个。为了你。啊！下次我唱火鸟。下次我要唱那个183 Club 的那个什么东西。可以。怎么？为什么不玩发卡的？我就喜欢发卡，怎么样？让我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求佛》。我要拿墨镜。今天是我们是洪佩莹。对。我不笑，好听，好听。
康。我就不笑，谁笑谁是小狗。小健快笑。突然降八掉，谁笑谁是小狗。这个空耳就是醉了，还有日文版歌词。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见面，我在佛前求了几千年。我一吻你的脸。他上海1943，我知道大哥穿旗袍的那个。好，我们来看大哥穿旗袍。好，鼓掌鼓掌。好听好听好听。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好，我要付款了。可以可以。啊，你说一下我是买黑色还是买白色呢？大哥成名曲是三天三夜。三，啊，算了。三，啊，我。气里摔。我是看这个入坑的呢，你们信不信？信不信？信。你们信我都不信。我们开小一点。听啊，我真的觉得好听啊！我觉得还不错哎，我觉得大家都唱的多好听啊，多好听啊！什么是黑历史啊？谁跟你说是黑历史啊？多好听啊！啊，真好看！他们唱的真好看，我长得真好看。真好听，真的好听啊！大哥多好听啊！大哥多好听啊！啊，大哥真的有米的，有米的，有味道的意思吗？对，
啊，我怎么不敢在大哥面前放这个视频？我觉得很好听啊，我真的很觉得很好听。好听吗？我要付款了。多少钱啊？我好贵啊！我觉得好听的。完蛋完蛋完蛋！我的粉丝都已经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听啊！我等会就把这个录播给删掉。等会把这个录播给删掉。没用的，他已经录下来了。没有，我真的觉得好听的，好吧？我是真的觉得好听的。看到我真挚的眼神，三天三夜，我自己先听一遍啊，三天三夜。哇，还有鬼畜像的，这么可怕。三天三夜。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哇，大 C 唱歌真好听。啊，好听呢。好听呢。哇，好听啊，多好听。我没笑啊，好听啊，多好听啊，多好听啊，谁说不好听，都是打了。好听呢。过分啊，笑什么啊，笑什么笑啊，有什么好笑啊，多好听啊。哦，闭眼吹，什么闭眼吹？我跟你说，这是我听着呢，我听着，我就听着呢。好了好了，下播了，下播了，好吧。下播了，下播了，下播了，好吧。OK OK。我不是路黑，你们有毒吧？哪里有大哥？有没有毒吧？我觉得你们很过分，让咪咪唱这么好听，你们笑什么？你们再笑，我就把你们拉黑。好了，我下播了，下播，再见再见。不不不不不不不，什么我和我的祖国没听过哈，就这样，再见。
晚安晚安。